从电影局国际交流处获悉，10月5日电影局接到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执行委员会通知，称中方今年报送的影片《狼图腾》因主创人员的署名比例不符合申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要求，需中方替换。电影局充分尊重最佳外语片执委会意见，根据现有报名情况，并按照最佳外语片关于主创和供应时间等的相关要求，中国推选委员会同意替换为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从电影局国际交流处获悉，10月5日电影局接到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执行委员会通知，称中方今年报送的影片《狼图腾》因主创人员的署名比例不符合申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要求，需中方替换。电影局充分尊重最佳外语片执委会意见，根据现有报名情况，并按照最佳外语片关于主创和供应时间等的相关要求，中国推选委员会同意替换为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